整个脚掌那薄缝蹭没有了。还有这儿，你看看，你看这粘一块去了，这都，就跟那个发烂的曲中副歌上面很久一样。你为什么要抓你耳朵，小秋啊？他肯定是因为沈阳那个皮肤病，痒，肯定抓破了。恨不得很多这种细小的伤口，都结痂了，都是他，可能都是他自己直接抓。肯定，我觉得都肯定的。而且他当时自己在那个地方，没有人管，没有人喂。蚊虫一定有。真的是，那时候天又那么热，蚊子苍蝇一咬，这全都是以前的疤。你看他还摇尾巴。好，坐下。坐下，给清伤口，坐下。清理伤口呢，把那些毛都剃一剃，然后把伤口露出来，好清理伤口。别吓人。清理完伤口就好了，就不疼了，好不好？乖乖的哈。洗个脚水，敷个，哎呦，整个保护层都掉了。做得好。好了吧？啊。没事，正好，没事吧啊？没事，转吧。给你请完的床啊。屁股发现一个红的一块，也给剃了。嗯，要不我喷呗。屁股病啊？伤口。嗯，抓的伤口。嗯，没事了。身上所有新伤的地方都给剃一剃。好多地方，怎么全部都基本上每个地方都有伤？那么多。化脓了都。嗯，这玩意儿掉地了，这里都是他。小秋，没事，我给你看。他之前在哪里啊？那这个一个废弃的院子，对，一个烂厨房，都是操作。他是之前让人主人家的养小孩儿的，这不是赶紧生病了，一直搁那放好久，不管不问。谁过来就能说他两句？怪不得咱们这个样。嗯。刚才为了陈院长说他经常这个饿的，不是什么内脏原因，都是纯属饿的。嗯。好了啊，你别哭啊。马上好了哈。那还有吗？那这都已经结痂了，今天的旧伤已经结痂了。瘦的皮包骨末了，没事没事，啊，我说，哪有好地方呀？整个身上，接着吧，都是伤口。哎呦喂，那这边就贴了吧，全部贴了，没事啊，就没事，没事的就能看到的都给他去了。这样管吗？你看看，看姐姐，你给他剃掉。没事。他上火疼了，没事，来。好了。哎呀，没有，你把我捅地上。他真流眼泪了，哭了。没事，不是弄你的，回来在你家走，回来我们都家走。马上好哈，很快还有一个脚都清理完了。这来，好了好了，这就好，这就好这了。这就好了，那啥吧。趴会儿吧，休息休息。躺着，已经看不出来他是个金毛了。哎，很大，我就会怕。上哪小区了？你别把我偷了。缓会儿。再爬一会儿。不着急，我们。掉眼泪了。刚才掉眼泪了。等我长大了，给你一个家。
你别把我丢了，风很大，我会怕。你别把我丢了，路很黑，我会怕。你别把我丢了，风很大，我会怕。你别把我丢了，等我长大了，给你一个家。他那个脚掌是走路等于花的吗？不像。掉了那么大一块皮，他怎么会掉那么大一块皮？但是他掉的比较完整，是吧？是什么东西？可能跑过啥侧庙了吧？但是他一直都是被拴着的。那有可能他不说他自己摇开。你说屁股病，他自己摇。对，脚掌的话，他比如他侧躺着的时候，睡觉的时候，他就没有什么空，他扬的话，等于天去摇，可能就拽掉。他坐的那个地方确实是中挺。双侧后脚掌。对。有就是感染大块的，有脚垫就表皮的角质层就掉下来了，后面就是新鲜的肉了，就涂药，然后身上耳朵。右侧，他挠了化脓了，也是涂药。第三个就是身上全身性的有那种皮肤病，这个皮肤病吧，看着它不是螨虫，不是真菌，应该就是潮湿啊，细菌性的。他身上那种黑色的结痂，应该和他一样，他挠出来，皮肤有损伤形成的结痂。这个的话是可以通过洗澡、洗药浴来解决。如果好胃药，可以加口服消炎药。口服小炎药，那我请一会儿淘宝首先。吃几天呢？吃几天是吧？就一次，一天吃一次，吃一天两次，一次半片吧。半片。然后吃个一周左右，可以给他洗澡，弄好。行，那就好。我可能在就是看到的时候，身上不是很多很多那种大大小小的结痂，是不是都有可能是他自己抓的羊挠或者蚊虫叮咬？对，外界环，通常来说在外界环境的话。它一个就是蚊子，蚊子药，还有一个就是潮湿。它那个地方就是有那种吸瓜虫之类的，很多。蚊虫、潮湿、感冒又吸又伤，它叮咬的话它就痒，引到引到就会出现这样。那虫子不会咬伤口，不会有什么感染或者是细菌或者是引发其他症状吗？倒不感染，不会感染，最多是什么？那还好。然后脚的话，就是说涂完药之后。一直放在那个里面，减少走动，慢慢恢复。对，他一走药就删掉了，就要放松了，必须要放松。那他那么瘦，就全饿了吗？应该是饮食方面，不是说吃的不好，是饮食他自己受到影响了。你像蚊虫叮咬的话，也会影响饮食。皮肤病啊，痒啊，他不舒服，也会不太愿意吃。就里边的那些东西，就是器官什么就没有什么。我看器官内脏应该没问题，他状态还可以。那如果说他也是到了小二之后，给他吃那些东西，他吃的急，吃的快，生吃多样，又快又多，这种会对他造成肠胃哪方面的刺激？要吃的快，吃的多。嗯。但只要他没有呕吐的话，就没事。就正常吃就没事。对，只要没有呕吐。行，那一会儿我们。一天喂个3到4顿吧。3到4顿。如果一天喂2顿。就他都能吃完的话，得加一顿。哦，慢慢的看他吃量再减。对。你如果说他吃多了，就马上就停再减少，是吗？对。就总的来说，大概就是调理一个药浴7天一次，然后。2-3周吧。2-3周，然后消炎药大概1周左右。涂药的话是2个周，差不多。对吧？差不多。好。